厨房我有，只是不能下。为什么呀？你的闺女你不清楚啊？你闺女她怀了身孕了。什么？怀孕了？啊，府里的胎儿大概满3个月了，所以呢，药不能随便吃。哦，出诊费也甭给了，注意把她的体温降下来。 哎呀，娘，冷已经没事了，怎么能到这样的孽呢？啊！我问你，你在那场都做了些什么？娘，你说话呀！娘，你说话呀！你姐还发高烧呢。娘，你别生气啊！我问你，这畜生是谁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娘。 你非要把娘给气死啊！姐，你说吧，姐，你把我们周家的脸都给丢光了。娘，你让我们以后可怎么做人呢？姐，娘，娘，他答应过我，他会回来娶我的。你说什么？ 生了，生了，什么生了？哎呀，枣红马生小马驹了。哦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王爷去啊！哎，哎，哎，来，你看看这孩子多乖呀，不哭不闹的。宝贝儿，看看妈妈。 看看妈妈，看看妈妈呀，宝贝儿，娘，你快看您的外孙子，他长大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，娘。 哥哥，喝点雪蛤汤吧，是我刚熬好的。哦，好。对了，姑爷呢？她走了吗？走了。姑爷说，杭州有两家新铺相继开张，她得赶紧过去张罗呢。她呀，老是有那么多借口。白嬷嬷，你看。 漂亮吗？哟，这个真喜庆！瞧瞧，这老虎眼，嘿，活灵活现的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嬷嬷，我们谈好的那个小孩，是不是这两天该生了？可不，就这两天。嗯。今年啊是虎年，如果等那个小孩生了之后，
是个男孩，我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小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虎，小虎好，小虎好。那好，嬷嬷，你可要盯紧点儿，要是生了就赶紧抱回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哥哥，这您就放心吧，我找的那个黄鞋眼啊，专门处理这事儿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嗯，好了，那你先下去吧。哎，格格您歇着啊。嗯。等日升当了爹之后，希望他的心能够慢慢安定下来。